2020年有什么特别的待播新剧给大家安利一下？没有。你的粉丝我特别好奇你随身携带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你现在包包在身边吗？可以给我们展示三样东西吗？没带包包出来。就平时如果你出去的话，包包里面只能放三样东西，你会放什么？手机，钥匙，卡包。